嗨，嗨，哦，嗨，欢迎，还要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场地，来听很文艺的爵士乐。然后，我们是Symbiosis Trio， 然后就是真正一所带领的团队。欢迎 Piano。Keyboard, whatever. 然后马丁 on bass. 然后我是鼓手子瑜。然后我们今天有那个特别来宾，他等一下会出来，因为他还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先带来Symbiosis 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比较抒情的一点，然后让大家先进入状况一下。这首歌叫 Reflection， 希望大家喜欢。
所以大家看到这三个人，我躲在后面，这三个人叫做 Symbiosis Trio。 为什么叫 Symbiosis Trio？ 因为根据真正意义的说法是一个共生体的概念，共生体就是我们三个人心连心，创造一种共生体的氛围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不太想听我讲话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 Special Guest Terriver。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。 他来自纽约，但他长得就一点就不像美国人。没错，因为他是香港人。Yeah，please welcome Terriver and guitar。所以他会跟我们一起演出一些，不管是他的曲目或者我们的曲目，他真的厉害。我们也不差。<笑>好了。 那我们就即将带来我们的第二首曲目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如果大家如果肚子饿啊，或者那个口渴，那边可以点这边的餐点很棒。对，记得呀。 Thank you.
Song for Lovely Killer， 对哦，不过这首歌是这位高又帅的马丁老师的作品，不过没关系，都已经有收录在那个专辑里面，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然后接下来要带来他专辑里面非常正向的一首歌，因为他说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非常正面的走路的感觉。王子你好忙哦，你要休息一下。我白费，等于我在猜神经，整个不知道在慌什么。没有，我在找我的谱，但我找不到。哦，对，你帮我讲。OK， 好啊，等你冷静一下。那刚才演奏是马丁的作品。那马丁来自比利时，所以就是我跟他合作已经好几年了。我大概四五年前回国，然后就参加他的乐团叫 OB Fox 世界轨迹。那这个是今年八月才录的专辑哈，是只有三重奏，就是钢琴，然后 double bass 还有鼓。那鼓手不是这么厉害的黄子瑜，是另外一个鼓手那样。对，那今天很难得可以邀请到他来，因为那个更厉害，没有找我。对，好，那下一首是我自己，也是我自己的作品，叫 Walk by Faith。也收录在专辑里面。好，谢谢。
Thank you.
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这四个人即将带来这个 set 的最后一首歌。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我们的音乐会有点难过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旁边都有我们带来的 CD， 觉得大家可以去在那边，对，然后会有我们的 CD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买回去。然后毕竟有一个人要结婚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那我们带来接下来要带来一个很厉害的萨克斯手 Fred from Solis 的歌曲叫做 In the Crease， 然后应该很嗨，然后来结束这个上半场，对啊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就会回来，好，我们来吧。
欢迎大家可以 买 CD 分享我们的喜悦。是生小孩的吗？好，我们那个中场休息一下，然后，我们是 Sebastian Trio， 然后跟 Trevor， Trevor 是吉他手，耶，然后孙正义，piano and keyboard， 然后我们的高佑帅马亮 bass， 然后是鼓手子云，耶，然后我们有在除了Symbiosis Trio 的专辑之外，还有我跟另外一个吉他手 Hope 的专辑也有在那贩卖，就是 Hope's Trio，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那边选购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。